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奈奈，我在武汉，武汉开茶颜悦色了，这已经是第二家了，就在武汉国际广场里边。听说第一家开业的时候，那个排队啊是空前的，8个小时就为了买一杯奶茶，而且这个奶茶被黄牛炒到了500块钱一杯，甚至还有1000块钱一杯的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去武汉的第二家分店看看到底怎么样，还要不要排队，有什么特别的啊？走。我的天哪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为了一杯奶茶排队排这么久的啊，开业这么久了每天都是这个生意啊，哇塞，太夸张了。唯一入口，这都弄上入口了啊，必须排队。我们去前面看一下，这是排了多久了呀？您说现在排队要多久是吗？啊，现在排队的话大概是2个半小时左右。2个半小时能拿到是吧？差不太多，2个半小时，应该不会超过2个半小时左右。以往上的经验，每次限购2杯。还是建议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哈。如果2个半小时之内有其他安排，就不太建议排队了哈。对，是这样子的。是每天都这样吗？开业到现在每天基本都是这个状态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啊，我们去前面看看。我连那个前面的那个做奶茶那个地方都看不到，哇塞，我这就跳。我们去问一个小姐姐啊，问他们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来排队买一杯奶茶呢？啊，走。小姐姐您好，能不能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你们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来排队买一杯奶茶呀？因为好喝吧，我觉得。好喝啊，之前有喝过吗？一种品牌文化吧。啊，就是今天是第一次。今天第一次来啊。排了多久了？半个小时左右。半个小时啊，我听他们说2个多小时能拿到。基本上是。就刚开业的时候根本是买不到啊。确实。是不是炒到了500块钱一杯？那黄牛是会有。是黄牛，就别人前面排队，然后后面有人去买，500块钱一杯。现在好多了啊。如果说500块钱一杯的话，那就没有这个意义了。对，我觉得500块一杯也是太贵了，但是确实真的有人花那么多的钱去为了。品尝一下啊。您是武汉人吗？对，本地人。好的好的，那您先排啊，我们再看看。我的天哪，这都算好了，真的。之前在网上我看到好多人愿意花500块钱就为了买一杯，而且第一天开业的时候你是根本买不到的。为什么第一天开业就要来买？然后好多人说因为第一天才有这个仪式感，如果不是第一天来的话就不是真的爱奶茶了。茶颜悦色，不加盟，不招商，不代理，无合伙人，每天都这么火爆。喝到了，回去问一下什么味道的。Hello， 您好，好喝吗？这个？我觉得挺好喝的。挺好，这是什么味儿啊？这个是优兰拿铁。优兰拿铁。但是每个人限买2杯。不好喝，这辈子都不会排第二次。我这辈子不会排第二次。你们排了多久啊？排了2个小时。两个小时啊。您这个是什么？人间烟火。应该还可以吧，看这个样子。应该还可以，你觉得呢？还可以，不过说就排太久了，有点不太值是吧？应该在长沙就是隔几步就有一个，隔几步。在长沙就根本不用排队。不用排队。走去长沙。谢谢您啊，谢谢。刚才服务生小哥给我说了嘛，在这边喝一杯奶茶至少要排2个半小时，而且2个半小时呢不一定还喝得上啊。但是呢，在长沙啊，就是隔几步就有。刚才那小姐姐说了嘛，隔几步就有。但是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嘛，所以说我们排队肯定是排不上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去长沙喝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走。开车5小时到长沙，我肯定是脑子被门夹了。结尾告诉你答案。哈哈，我们现在已经到长沙了，现在是晚上8点多，我们去看看要不要排队啊，走。好吃老鲜茶，现萃青沙的，现萃茶喝，好喝在茶颜。晚上好，要一杯优兰拿铁，还有一杯优兰拿铁，还要一杯桂花弄吧。桂花弄，冬夏冰的热的呢？热的，根本不用排队哦。小黑椒去烧了一下，靠近那个小吃街，对，小吃街烧了一下。是的，我们是一批。叫什么名字？翠翠，翠翠，翠翠。翠花的翠。翠翠，清醒，尝一下。不用排队，不用等奶。好香啊。
真的挺好喝的，是他们家的新品，我也喝到了。如果在武汉根本不可能。这边这个男生高明高明，哎呀谢谢，哎呀好可爱呀、啊、这个，好贴心啊，还给一个暖手袋暖手，在长沙的待遇真的是太好了啊。上面奶油尽快饮用，他待会会提的。可以哦，谢谢。打发尽快饮用，不客气。谢谢。哈哈，这么轻松就拿到了茶颜悦色的奶茶哟。我买了两个口味啊，一个是幽兰拿铁，另一个是桂花弄。来，我们先尝尝幽兰拿铁吧。这个好像是爆款哦，好多人都会点。上面有一层奶油。嗯，鲜奶做的果然不一样。上面是一层坚果啊，作为奶茶爱好者，喝了这么多奶茶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主要是它用料比较好，第一个呢是用的红茶，然后配这个鲜奶，就不像是那种粉兑的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我喝过最好喝的奶茶是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是在西藏，我一直很怀念那个味道，就是阿刁。这个奶茶跟阿刁是很类似的，阿刁也是上面一层奶油，然后但是它加了青稞，这个是它的特色了，是25块钱一杯。但是阿刁奶茶上面这一层奶油啊，它全部是用牦牛鲜奶做的，所以就很有特色，但是一点都不腥。不过呢，这个也可以了，比好多家的奶茶都好喝。上面这一层呢是冰根果，本身冰根果就一层奶香嘛，配上奶油还是很不错的。我来尝尝桂花弄。桂花弄的话就不用吸管的，就是直接喝就可以。嗯，哎，这个味道真的和阿刁很像啊。茶和奶的这个比例非常合适啊，打开看一下，里面应该是有桂花的。喝完茶颜悦色的奶茶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它在武汉这么火了，因为确实好喝，而且它本来是本土品牌嘛，又不加盟，都是直营的，所以说在外地开是很难得的。作为奶茶爱好者呢，肯定得去啊。如果开到了四川成都，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火吧，应该也是要排长队的。但是在长沙就很幸福哦，很容易就拿到了，就是在整个制作过程你要排一下，点单的时候根本就不用排队。我这两杯是31块钱，还可以充会员，充200的话是要打折的，打折下来好像是13块多，我这个直接买是16块钱。长沙的奶茶爱好者真的是太幸福了，终于喝上了啊。看到这里应该是还没有看到这里，肯定好多朋友都会说这个 UP 太作了啊，明明在武汉我们3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的事儿，你要开车开4个多小时到长沙来喝，油费过路费都不止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本来就要来长沙呀，所以说呢，你以为的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的啊。好了，关注我，我是奈奈，跟我一起在长沙寻找美食吧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